称系列有史以来最凶残血腥的无双星座，改编自三浦健太郎原作日本黑暗奇幻经典漫画《烙印勇士》，与光荣无双团队携手合作所推出的《烙印勇士无双》，在东京电玩展上展出了最新的宣传影片，一举揭露了本作的新玩法，让玩家一睹超越尺度的斩溃动作系统如何掀起腥风血雨。系列最新作品《烙印勇士无双》，故事描写黑衣独臂的主角凯兹斩杀妖魔的复仇之旅，集结了高人气的黄金时代篇到最新动画作品的《千年帝国之阴天》故事。不仅剧情还原度超高，就连血腥杀戮场景，游戏也要忠实呈现哦。配合原作狂猛的战斗，《烙印勇士无双》特别采用了与以往系列不同的新系统，将过去的单一无双量表改为狂乱量表与必杀技量表两种。当玩家利用一般攻击打倒敌人，累积狂乱量表之后，就能够发动狂乱模式，进入短暂无敌且攻击力提升的状态。而在狂乱模式下打倒敌人，会取得特殊的狂魂来累积必杀技技量表，进一步使出强大的斩溃必杀技。看凯兹一口气将敌人扫台，真的是爽快度破表呢。